之前吼、哦，啊，讲到马关条约，啊，马关条约已经确定，对日本来讲，台湾毋是偷窃来，台湾绝对不是日本从中国那边偷窃来的，这是有条约记载，而且当时的战争也不是因为为了台湾问题而打仗，好、哦，这要解，咱头先要清楚一下，佮第二项。 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为了什么？鼓励蒋介石，就是、说就三国领袖早早來啊，来招招来啊，啊鼓励蒋介石啊，你就真的要认真哦。你看中国，你看中国那边哦，真的要认真哦，打日本哦，你把日本牵制在中国领土上，不要让日本啊撤军啊跑到哪里？跑到太平洋来？只要你分兵卖来太平洋啊，那美国啊要。啊 在太平洋打败日本啊，就变得很容易啊，所以千思万想，只好找蒋介石来讲讲。啊，你就认真打哈、哦，打赢了台湾送给你哦，打赢了澎湖送给你哦，听懂意思吗？哦哎好好是是，哎，那刚好了，好戏不戏，阿真正共言，阿就日干唔插开罗宣言，哦，在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宣言也只讲到什么？ 开罗宣言要付诸实施嘛？那我们讲过啊，开罗宣言里面有“偷窃”两个字，台湾不是偷窃来的，所以没办法还你。而且台湾当时割让台湾只有割让三分之一，清国只有割让三分之一的台湾领土给日本，日本怎么可能整个台湾岛还给你中国？绝对行不通。过来实施《民治宪法》。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从此以后，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这个这个很重要啊、喔！台湾不是日本殖民地。外口人话独立，就是因为那无啊！今天啊，我这《明治宪法》，哎，所以你在外面如果人一天到晚喊台湾人要爱台湾，就是要搞独立，你就跟他说啊，你你知道吗？你知道有《明治宪法》吗？日本《明治宪法》。 已经在台湾实施过，你知道吗？我跟你讲，绝对都唔知呀、啊。啊，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喊台湾独立，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有必，我们有义务要跟他讲，因为你不了解，我跟你讲，今天台湾不能搞独立，就是因为已经实施《明治宪法》，从此以后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多少年？所以台湾地位要正常，就是要回归啊，回归日本好、啊，后、哦、来呢？ 马英九嘛讲了吼，七月七日啊，几天前才讲，根据日本投降书了，好了，日本投降书那写看嘛那里，为涛到尾也无讲台湾朋友要割让你割让给中国了啦，啊，不是啊，台湾朋友要割让给中国了啦，不过有写到这个啦，叫小姐有无？美国、英国啊咩？几下？哎几、欸、美国、英国、支那国、苏联，四个国家，其实吼不应该讲中国啦，其实第外国人拢讲支那、支那、支那。支那 啊，其实“中国”这个名词是当时开始的。啊，中国立国五千年，乱讲啊！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了，有中华民国才开始有中国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了。因为中华民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没有“中国”这个名词的，只有“支那”这个名词啊。所以“支那”那听起来很难听啊。啊，其实那纯粹是直接造反的嘛。我没有没有鄙视他哦，没有降低他的身份地位哦。 真正是叫支那国，支那人、支那国，吼！啊，讲什么？就是就是那《波士坦宣言》嘛，迄当中讲完《波士坦宣言》，伊别伊别叫叫不来嘛，这样而已啊。所以《波士坦宣言》只提到《波士坦宣言》，他同意《波士坦宣言》的内容啊，以后没有说台湾朋友要割让给你中华民国，那是拢都白讲啊。嗯，哦，日本投降书来看一下中文。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英、中三国领袖在波茨坦所发表的有有，不，攻谁啊？哦，哎、欸，好来，我先这边来攻蒋介石。哎、欸，中华民国到底有没有拥有台湾主权？不只是从这些法规条约宣言来找，也可以从中华民国那些高官嘴巴里面可以找答案哈、啊。来，蒋介石哈、哦，复兴逝世一第三号，蒋介石。 啊，就是一个总统都下台了。蒋介石当过总统下台了，后来谁继任总统？李宗仁呢、欸？李宗仁有没有来过台湾？从来都没有来过台湾呐、啊。他、啊、后来跑到美国去了、啊，逃亡啊！哎，你这样是流亡政府啊？你蒋介石也不是现任的总统，你跑来台湾就说你要变成总统身份，有专设搞这种法律哦、喔？你听我啥无呢？啊？ 他、啊、为什么可以来？还不是因为什么？他是什么恢复什么执行日本占领的盟军蒋元帅身份呢、啊？所以你看哦，你想想看哦，当主持人，跟姊妹看着电视的蒋介石相片，都穿军服，因为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穿军服，他的目的是在干什么？欺骗呐、啊，同盟国啊，跟国际人士啊，我蒋介石的法理身份是。 占领日本台湾的军事总督，我是军事总督啦，所以我请军服啦。大伙，哎，大家啊，你看我对台湾岛没有没有没有野心哦、喔，我纯粹是说代理代理代管而已、喔，是总督的身份代管而已哦。当然唔知啊，所以中国人对外都不敢说谎，但是对台湾人，我白讲啊一堆啊。所以全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中华民国啦，哎。 来看哈，来一九四九年，对，已经来了哈、哦，民国三十八年了哈，陈诚哦，叠、哦、台北就是说，我们要让台湾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对不对？因为已经丢掉了中国大陆。来来来，林好，一月五号十三号，蒋介石马上打电话给陈诚，哎，陈诚陈诚，台湾在日本合约未成立之前。 只不过是我们托管地带的性质，怎么可以说为了剿共啊，做最后的堡垒跟复兴基地啊？你看看，蒋介石都知道，台湾不是中国的。哎、欸欸欸，已经喊光复节喊四年了呢、欸。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你喊的空国，台湾光复节，隔年台湾光复节，台湾光复节，台湾光复节，啊，你拢讲台湾光复节，啊，今嘛是哪会讲讲不是？天啊讲不是？ 到底是不是听懂了？哦，我无白查哦，我摕证据我你看哦。啊，一九零年，这嘛已经台湾光复节五年了。嗯，蒋介石在阳明山对文武百官讲，哦，父子的使命跟目的的演讲题啊，哦，我们的 ROC 啊，去年呐、啊、已经随着中国沦陷灭亡了，我们都是亡国之民。诶、欸，台湾如果是你的，你那亡国？ 对不对？啊，你怎么讲王国、啊？台湾不是你的啊，懂了？来，我们一年日记哈，蒋经国日记哈，一九四九年哈，这种台湾光复四年的哈，蒋经国日记讲哦，蒋介石对蒋经国阿爸对我讲哦，美英恐我不能固守台湾呐，使其太平洋海岛防线啊可能发生缺口，即模由我交还美国管理。 哎、欸，你们不是说台湾光复节？你们都喊了四年了，啊，今把还个讲什没要要要要交还给美国？啊，你给他还的，你得还的啥？请问你想哈，蒋介石、蒋经国，台湾如果是你的，你在烦恼什么？台湾如果是你的，你在烦恼什么？六月十八号，来，六月二十号又写，父亲接获我驻东京代表来电哈，哦，说盟军总部啊，对台湾军是颇忧虑啊，有将我交于啊移交同盟国或联合国战管。 你看，很忧虑你看。来，第一册四四七页、四四六页，等一锤。将经国全集第一册四四六页，等一锤。<對>你们都喊，你们都喊贪官污吏、哦、啊！恁花啊恁年、哦、啊，谁还搁讲这？我讲你骗嘛，那是骗呐。一九四六年，好阿吉底拜好。 隔年了、啊、哈，台湾行政长官呐陈仪啊，你看违反国际法，说恢复台湾人的国籍啊，说节参制啊第零一二九七号，查台湾人原来是我国国民，因为受敌人侵略导致丧失国籍，现在国土重光，原有我国国籍的人民，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十月二十五号恢复国籍。 哦啊，因为他、啊、因为有这个行政命令呐，所以你看我们都恢复国籍的，所以国土重光，所以台湾光复节是正确的。请问这是中华民国的公文啊？请问正确错绝对错啊！请问一下啊、喔，台湾人原来是我国国民，请问我们台湾人什么时候是中华民国国民？请问，中华民国当时诞生呢？一九一二年呢，咱当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有啊有啊，咱祖先啊，咱祖先啊，然后恁祖先啊。 你一直承认你是中国人和要紧。那请问一下高沙族位，高沙族同胞，你们什么时候被中国人管过，被大清帝国管过？你当时爱恢复中国国民，从来都没有，哪有恢复的可能？对不对？所以各位，高沙族位可以拒领这张国民身份证啊！我怎把您管过呀？啊，所以没办法恢复啊！啊，所以拒领啊，可以啊！所以我免纳税啊，其实也可以啊！啊，那那不纳税，咱用内关。 随叫你的那一张国民身份证，度假温泉自导是是讲的，这些社区你当那那识别卡，啊你社区在缴费啊，阿不里边当那识别卡，连卖那识别卡你怎么缴费啊？你已经社区的一份子，你就要需要缴费，你不缴费就抓去关啊，后在法院告你啊，啊你被人那公民身份证，所以你阿人纳税啊，你知道？啊其实这都唔对啊，其实应该是这啊。 台湾著名的日本国籍身份证，实际上不是因中华民国行政院这个颁布的这个训练，其实是根据什么？一九二年八月五号《日华台北条约》第十条，《日华台北条约》第十条，等一下我们会讲。来，《日华台北条约》不讲套几样嘛？干嘛？哦，马英九前几天才讲啊，根据《日华台北条约》，所以台湾已经归还中华民国。我吹妈嘞，《日华台台北条约》真正归还中华民国，哎。 来日华台北条约哈，这些台北宾馆吼，那一百多个人到场观礼。一九五二年八月五号生效。那旧金山合约呢？四月二十八号生效。所以旧金山合约先生效之后，才日华台北条约才生效。这前因后果爱怎样？哦，先有旧金山合约的实施。 最后后来才实施日华台北条约。这个流王鲁啊，他根据旧金山合约第二十六条，好，然后有加签这个台北条约。可是台北条约里面却没有提到要废除马关条约。你中华民国，你中国自己干嘛讲废不废除不平等条约？哦，窃据台湾。 甲午战争是个不平等的战争，不公平的战争。好啊，来，啊，你既然你中华民国你是赢啊，你不打赢了，那你为什么不顺便写一下，在台北条约上面写一下，加签一个字，加签几行字，废除马关条约嘛，然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嘛，这样不是很好吗？白纸写黑字，大家都不用讲嘛，啊，那也白写一个，你也直是干工，台湾是你的，你那也白写一个。 你想说你单方面废除条约，可能会被人家讲话啊！你就顺便在台北条约加签废除马关条约，那全世界不就闭嘴了吗？你那白戏啊，你别晒戏啊，你那干戏啊，对不对？而且这已经过去的事情了，这已经执行完毕的事情了，怎么可能再废除啊？哦，知道不？有一种可能啊，比如说马关条约还在赔款，哦，每年赔款，每年赔款,年赔款多少钱？ 那赔款到这个一九二年啊，就要再赔了哦，终止了，这样可以了。啊，已经执行完毕耶。那我讲赔款啊，偷偷等来嘛，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哦，所以没办法再回溯了。哦，而且你看第二十一条已经名列战后中国应得到的好处，也没有讲到说台湾朋友要给你呀、啊。这里干的工，台湾朋友是你的。来，喝多少台北条约？借叶公超跟和田的哈，等一下没了哈。好，来。 那教约条约限制哦，旧金山合约第二十六条有限制哦。就日本哦，你们日本国、哦、日本政府哦，你们可以跟其他国家在另外签条约，就在旧金山合约之外的其他条约，但是怎么签都不可以超过旧金山合约的这个授权范围。哦，诶，这个这个打错字哦，是和平的、啊、和平条约啦、啊，不是这个和哈。好，那台北条约第二条，第二条也也加加注啊，第二条共哦。 台北合约第二条承认依照有有一九五二年九月八号不美利坚合众国旧金山五签订的和平条约不也承认了再次承认了日本要放弃台湾朋友樣啊啊啊为什么没有写中华民国？你讲公理也爱写加签中华民国啊，就写上去嘛，对不对？给予中华民国万六你年這、喔喔、啊，拍下来啊哦夏威落。哦，没有就没你的份就没你的份嘛，不然怎么不写？ 那第三条写什么东西？啊，第三条要出理而来，关于日本国跟他的国民在台湾朋友的财产及其对于在台湾朋友的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所做的要求处置。你看哈，一些日本哈，日本的像日本国民，你看日本国的国民啊，中华民国竟然没有写中华民国国民，竟然写中华民国居民，你、欸、这几奇怪，你你你，你有听你？ 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玄机在哪里了？这一块的领土啊，日本国的人啊，叫国民啊。这一块领土啊，如果是中华民国的、啊，叫居民啊。你听懂意思？如果这一块台湾这一块岛是你台湾国的啊，啊，是什么？这一块台湾岛这一块领土啊，如果是你中华民国的，那台湾岛上。 居民啊，应该就叫中华民国国民嘛。为什叫居民？你有看出一些玄机不？这就、個、暗示下面台北条第三条、哦，这等于啥？我就王如龙公开，哎、欸，我还没讲北辰，哎、欸。来第十条，第十条就本月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哪些是中华民国国民？因认为包括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经实施或将来可能实施的法律规章啊。 哦，那有具有中国国籍的一些这些居民，国家居民啊，这些通通先归纳成中华民国的国民，把这些人通归纳成中华民国国民。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写中华民国公民？那不写中华民国公民？那不写中华民国公民？啊，我怎样啦？国民的时候没有满二十岁的不能叫公民嘛，满二十岁叫。 公民嘛，没有满二十岁叫国民嘛。那请问一下，各位没有满二十岁的很多大在座的那么满二十岁啊？你嘛你嘛，讲都嘛是国民身份证。你连工你也判刑，去签一张嘛是国民身份证，干系判刑签一张变公民身份证？有我我,我就讲我老公，我落去该判刑啊，去报名考试判刑啊，我等下去问啊。我老公，诶、欸，我我起码满二十岁啊，我要申请公民身份证。 你讲无啦，无公民身份证，哪公民身份证啊？你看看，啊，你也毋是公民啊，啊，伊讲投票，哎，真是的。啊，现在中这英文版来话 s h o b e d to deem to，视为认同、啊，就是把台湾岛这些居民啊，啊，通通将暂时认为是什么中华民国国民啊？暂时啊，暂时啊，认为什么叫暂时认为，知道吗？ 不是直接承认哦，这样是等于哦，这个近似值哦，零点九等于一，零点九总会等于一，但有时候当做一啦吼，舍而入嘛。但是零点九就零点九，一就是一啊。那基本上是零点九啊，啊啊啊啊,啊，啊、好是是啊，暂时啊，为了管理方便啊，为了统计方便啊，零点九当做一啊，为了管理方便，因为日本已经离开台湾岛，可是台湾岛上这这人啊。 袂使你无国籍啊！每一个人都要拥有一个国籍。你像日本人走去啊！啊，中华民国来啊，好啊，无然这些台湾人、老的台湾人拢拢叫战时啊，怎样有？这是战时的意识啊。所以咱嘛是暂时啊。那所以因为第十条啊，第十条台北条约第十条，所以我们必须去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来听懂？来第十一条。 除了本约跟补充文件另有规定，凡在中华民国跟中国因战争状态存在结果引起的问题，都按照旧金山条约。还、哎、奇怪啊！中华民国来台湾六十九年，从来都不敢就近，从来都不敢讲旧金山合约。我讲中华民国心里有鬼啊！共党、共西官要来，都去谈个旧旧金山合约，就只有中华民国，就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唔敢讲，挨、啊、了十九年嘞。 阿唔甲我讲咧，啊、不說了你现心里有鬼啊！你前几天七月七号买酒也没有讲旧金山合约啊。来第十二第十二条，中日合约如果任何争议要以太平洋战区的观点，那中国是中国战区哦。二次大战吼，太平洋战区跟中国战区哦。那台湾岛是台湾澎湖是咩战区啊？太平洋战区啊。 哎、欸，如果台湾澎湖是中国的，那你中国当初为什么不讲说，哎哎哎，台湾台湾群岛要归类在中国战区？你也别讲，对对？所以太平洋战区嘛，啊，太平洋战区美军总司令是杰米麦克阿瑟嘛，啊，中国也有呢、欸，中国战区也有美军总司令呢、欸，叫威德迈呢、欸，威德迈都不来参，那麦克阿瑟啊，而且呢，哎、欸，台湾岛是太平洋战区啊。 哦，我有这样看，太平洋战区，啊，这这这这红色的，这种是太平洋战区，哈，啊，这这中国的东北三省呢，满洲国呢，对吧？这种算太平洋战区，哦，这这块，啊，日本啊，打输之后啊，这些鬼拢逃出来，哇，这鬼拢逃出来，太平洋战鬼拢逃出来，啊，美军人手不够啊，所以开始找人啊，东拼西凑找人啊，吼、哦，来，咱搁看见，来，台北合约签完之后啊。 中华民国一寡人都杀无啊！来，你看一九二二年来，外交部长叶公超，地方法院哦、喔、解释《台北合约》第十条哦、喔，有人问啊，你回答人问啊，第十条是写啥物？那写到多热等，咱拄嘛有看到嘛？那个叶公超讲啥？《旧金山合约》没有规定把这些岛屿归还给中国，说什么中华民国没有台湾主权，只是管辖而已。有看到无？恁叶公超家己讲的啊？ 你喜欢他们这种乱讲啊、哦？那有立委就问了、啊，那台湾朋友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一公冲、一公岛的公啊？事实上哦，这两个地方是由我们来控制啊。但是微妙的国际形势哦，它不属于我们呐、啊。日本没有把权利哦，没有权利把台湾跟澎湖给我们，没有权利啊，现在没有权利，因为旧金山合约怎样？先实施啊，旧金山合约一实施，日本没有拥有台湾主权。 我没有主权，我怎么处分呢、啊？我怎么处理台湾问题？所以旧金山合约，日本已经没有台湾的主权啊，台湾的领土权、管辖权啊，没在讲主权啊，领土管辖权了。那他既然没有领土管辖权，他又凭什么把领土管辖权送给你中华民国？你听懂意思？啊，历史来龙去脉哪会知啊？咱出去吼，都去用，都去用骗啊！中央民教局敢用来骗？ 因为他都不要改呀，好好即使日本有意啊，要给我们了、啊，我们也不能接受。看到没有？一九二年哈，台湾光复节喊几年了？台湾光复节是喊来骗台湾人的啦啊！讲白一点，就这样子。那自华台北条约有效吗？不好啊！至少目前已经无效。为什么？一九七二年九二九号，两国什么两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 同时，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日华台北条约已经失去存在意义，并宣告结束。哎，阿 D，那那你说条约要双方面要签章啊，废除要双面签章废掉。阿 D 这伊这废除台北条约啊，中华民国有同意吗？中华民国当然没有同意啊。可是中华民国同不同意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知道吗？哎，各位。 咱去人买一间厝，咱去人租一间厝，厝头家换人啊！啊你，你旧一张租赁契约刚好无效嘛？啊，伊揣新嘅厝头家佫写一份嘛？对毋？对？啊，旧嘅自动就作效嘛？你就说，哎、欸、呀，旧嘅厝头家无去啊，啊，我即支毋是继续有效，有迄个代志。诶，新房东已经出来了啦，新房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民国那一张和平条约自然就失效啊！厝头家换人啊！ 你你旧房东同不同意已经不重要了嘛，懂意思？哦，马英九哦，哦，其实刚才在讲，啊，我其实刚才在盯着马英九讲什么话、啊。四月二十八号，刚刚是七月七号，你四月二十八号又又讲，你看我有有英文就讲啊哈，因为台北条约啊，不但确立了战争的终结，确认了不参战。我我我未讲，我未讲啊啊，反正我我都骗都骗啦，刚一是啊，对啊哦，两千零九年啊，五月一号哦，这个日本这个。 驻驻台代表啊，交流协会啊，斋藤正树啊，底下嘉义大学我讲嘛，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哦，只放弃台湾朋友主权，好不好？那签署旧金山合约之后，日本没有没有任何对台湾国际地位发言的立场，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台湾的什么管理权嘛，主权可以悬吊起来啊，听懂意思？哦，人拢知影、啊，其实中华民国嘛知影、啊。 但系，新闻人唔知啊？本土台湾人唔知啊，哎，悲哀啊，哎。来，台湾关系吧台湾关系啊，看夸张哦，台湾关系吧那后来啊，中华人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之后啊，断交之后，其实中华民国就要离开台湾了。可是台湾人没有觉醒，放眼台湾，找不到一个觉醒的台湾人，只好中华民国继续管台湾。 他、啊、只好重新设定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台湾，唔是供台湾的，中华民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呀、啊，好、哦。那，担心跨渡江到高铁哈，在满洲国哈，不，蒋委员长不，诶，古、欸、年嘛是些些记者，吼、哦，讲吼、哦。 因为啊，啊，中华民国来到台湾呢、啊，二次大案之后，中华民国来到台湾呢、啊，证明啊，中华民国拥有台湾的主权。好、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记者，那请问一下，那苏联呢，苏维埃政府呢，他要去占领满中国呢，东北三省，啊东北三省是苏联的啊，还敢对？乱来啊，中国的逻辑都落错乱了嘿。 嗯、哎，来看一下 AIT 吼，AIT 大家都知影啦美国爱台协会吼，咱看这得陈水扁讲上面来，陈水扁讲吼，在我任内，我曾多次接受 AIT 主席的指示行事，即使指示啊影响到总统决策，也要受命照办。你看，中华民国总统啊爱接受 AIT，AIT 碟中华民国的下指导旗。 啊！这中华民国是属哪国，不是属哪国啊？这根本都不是国啊！哎、欸，你 A I T 怎样清楚？A I T 是一个民间组织呢。一个民间组织可以管一个国家？你敢讲可能？绝对无可能的啦！啊啊！A I T 难道不是民间组织吗？它真的是民间组织。那谁出了问题？中华民国出了问题啦！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啦！中华民国是民间组织啦！ 民间组织管理民间组织合理呀、啊，合情合理呀、啊。告民间组织在管理国家呀、啊，我冇听过。来，台湾关系法你看，众议院、参议院，美国参众议院投票，两三三九票赞成呢，参议院呢八十五票赞成呢。各位，台湾关系法既然是美国参众议会投票决定的，所以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你讲呢？ 你不知？啊，你用不咧？发布状？啊，其实吼、喔，《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这毋是台湾民众来讲，这传，这外口台湾人嘛，足侪人拢安尼讲的，也没有人反对，因为这个，因为参众议院投票决定的。美国国内法、喔，嘿呀、啊，你怎意思啊？吼，哎，国内法呢、欸？你看，美国国内事务的法律制定啊，要由国会议员啊，那、啊、外交啊，才有总统、啊。 他、啊、给我这個台湾关系吧竟然不是总统直接 OK 就 OK 啊，所以这不是外交关系啊，中华民国跟美国不是外交关系啊。来，台湾关系法第二条，来话他说什么？因为美国总统已经终止美国和台湾自己当局之间的政府关系，说有必要重新制定这个法律啊。你看啊，台湾自己自己当局，那以前叫什么？中华民国。 所以从这个当下，一九七九年开始啊，连美国都不承认有中华民国。他说：“瞎爹，台湾关系吧对呀，这中华民国你有什么好辩的？你有什么好狡辩的、啊你？”阿里看见台湾自己当局，哎呦，现在现在复述了、啊。对啊，台湾自己当局可能将来还会有继承人啊，可能可以有好几个台湾自己当局、啊。那这个在在都说明了、啊，既然有好几个、啊。 那中华民国的没有拥有台湾主权嘛？啊，不然中华可以有好几个政府同时存在，没有代志的嘛？对不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复述？哦，那当中华民国的身份呢、啊？哦，那在本法律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关切的、啊。哦，哎、啊、呀，People on Taiwan，什么 People on Taiwan，叫乖、啊、哦，不是 People of Taiwan，所以这个是保护啊，所有在台湾岛的，他所有在台湾群岛的哦，所有人啊。 包含台湾本土台湾人，包含流亡难民，包含这些老外，包含这些外劳，都叫做 people on Taiwan、哦、啊，违反人权，所以台湾民政府今天可以大站在这里。台湾民政府今天可以大胆的站在这里，三年半了，中华民国的相关警察单位。 都不敢来骚扰，包含所有的成员的家里也没有人来骚扰，我们家也没有来骚扰过，连一通电话来骚扰都没有。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告赢了，我们以这个人权啊，你美国啊忽略他的人权啊，所以美国才接受受理这个案件啊，我们今天才可以大胆站在这里啊。哎，所以哦，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啊，矛盾矛盾啊，安在呀？哎、欸，好、哦，来第四条，美国法律中如果有提到外国、外国政府这种类似的这种实体啊，好、哦，这个都包含台湾在内了。要奇怪哈、哦，啊，不是国内吧？哪有什么国国外国政府也包含台湾啊？因为讲是讲国内吧，可是台湾又不是美国的什么一个岛，或者美国的一个州啊，唔是呀、啊。 以有点有点像，又不是很像，因为这关系很暧昧的地儿啦。那么这个这个地方也看可以看出来啦，为什么还要强调外国外国政府？如果已经试了，就不用再强调了嘛。今天就是因为不是嘛，因为不是外国政府，所以要特别强调一下，比照办理呀。听懂意思哦？来第六条，五下调美国在台协会，等于查一下什么？ 美国在那些根根据哥伦比亚特区是个非营利法人，是个非政府机构哦，要求啊。非政府机构啊啊啊！陈、啊、水扁你，你刚疯了你怎么在听 A I T 的指示啊？啊，不是非政府机构呢、欸，连政府机构都不是呢、欸。那你陈水扁，那中华民国总统你在从啥？你听懂意思啊？所以都要讲 A I T 是民间组织啊，A I T 是美国政府授权给这个民间组织啊。 而、啊、来管理一下台湾的事务了，所以中华民国所有跟美国政府接洽，一定要透过 AIT，哎，多这个关卡，还冇？因为美国自始至终不认为中华民国是个国家，一定要先降格跟这个民间组织 touch 然后由这个 AIT 再转成美国政府啊，所以中华民国是件贱物啊，打死我都不承认，哎。 这白纸写黑字啊，为什么还要承认他是政府？对不对？为什么还证明这白纸都写黑字啊？你还说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我怎么相信呢？来一个啊？第十五条，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以前，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台湾自己当局以及任何接替的自己当局一看这这不继承人嘛，我加护书你看，所以中华民国可以消失的，中华民国可以离开了，所以他们政府讲说中华民国要离开了。 绝对没有错啊！啊接下來什麼，我最喜爱生命，最喜爱生命。可有继承人啊？哎、欸，如果台湾是你的，那种继承人；台湾是你的，那种继承人，对不對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啊！可以再别的东西来继承。好了，台湾人，你是谁？请你去找美国吧。从这个地方看出来，美国时时刻刻都在监控台湾，因为美国是台湾的监护人。 啊啊！监、啊、护人哦、喔，啊那母国的都有，大日本帝国啊，哦、喔，哎、欸，台湾不属于中国。来，再找证据给你看。ROC 哦、喔，流亡的政，流亡的政府啊，也国籍法，一九二九年啊，二月五号公布哦、喔，一当中啊不包含台湾澎湖啊啦。所以台湾澎湖在当时不是你中国的。再看两千年，你又重新修订国籍法。 哎，两千、欸、年啊！咧，西元两千年啊！咧，你来台湾多久了？有没有纳入台湾居民？也没有啊。等一下，等一遍，翻一下中华民国的国旗吧。真的没有台湾啊！啊，你两千年啊，你咪讲你台湾主权，你马很久，时时刻说台湾主权，啊，你还不爱写落去，你点不敢写啊。啊，背也啊背啦，骗也啊骗我白讲啦，啊，叫伊做伊不敢做啊，因为他都知道事实是什么。 安拉拢唔知，啊，所以爱来上课。来，你看中华民国的宪法吼、喔、改变吼、喔，开始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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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一年，这根李登辉已经上台了，又修宪了七次啊。我跟你讲，从来都没有包含台湾，从来都不敢中，不敢讲中，从来都不敢讲中华民国宪法有包含台湾。噶即话也唔敢写啊。阿李阿公，你,你中华民国有台湾主权？ 哪一个讲的，加写啊？啊，不是下楼啊？你下楼，我承认啊，你都不敢写啊，什么都不敢讲。好、啊、了，这 A 股法已经签了，他们可以回家了。哎，好、哦，而且你看，你刘洋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你已经不再有美国围堵中国霸权扩张的功能了。台湾岛就好像太平洋的一个什么一个筛子啊，浴缸也塌啦啦，啊，拔起来，拔起啊，对。 整缸水漏光光了。台湾岛如果被拔走了，整个太平洋就危险了。啊你，你你中华民国已经不来了，已经不来不来防卫中共啊。哎，恁等等去好啊，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很恰当去啊、哦，好，哎，好，接，点解到中国的抗战胜利啊，中国经常讲他们打胜仗啊，其实说穿了是。 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在西太平洋大举反攻，再加上两颗原子弹，对不对？迫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这是同盟国的胜利，绝对不是你蒋介石、毛泽东胜利哦、喔。所以东讲西讲，台湾跟澎湖顶多是美盟军占领，绝对不是你中国军来光复的啦。卖骗啊啦，都讲夸你这样啦，光复节些骗大汉人诶。 啊，这看起就好啊！吼，这么多国家来，诶，啊，个美国嘛来，哦，大清国嘛来，中华民国嘛来，到达多少八个国家？西班牙嘛来，诶，哦，千你之强，你讲过啊！来，存十分钟，考试，你弄起张考试卷，吼，啊，考试哦，这个是自我测验，没有要打分数，我也不收来，你就带回去当纪念品。然后，我希望你这个答案哦。 只丢你啊，丢你啊！正反面，这个答案不要直接写上去，你写在笔记本，把这一张纸拿回去考考左邻右舍。哎，你看答案就出不了。哈！来来，第一题，催化哪里哈？由于本土台湾人的祖先从来未曾在台湾领土建构一个统一台湾的主权，对不对？没有啊，四百年来都没有、啊。因此，一旦外来统治者消灭了台湾住民，就恢复成无国籍状态。请问这个对错？ 啊，都有都都有讲啊！来，咱举个手，啊，对了举手，对了举手。啊，错了举手，错了举手。啊好，去看妈嘞，我我我有跳题。你正面正面先无先先背面看看，哎<嘿>。好，答案是对，哎哎。咱注意听吼。哎，都是不是讲咱来提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注意听。 日本日本国日本天王回去了，台湾人变成没有国籍。暗、啊、哥，暗、啊、哥，中华民国来了，我们暂时变成中华民国国籍。可是，可是中华民国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了，变成流亡政府。再加上中日合约被取消了，再加上。 台湾关系吧总结，台湾人现在没有国籍，答对了。我们现在叫做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呐、啊，单单光那些那些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呐、啊，好啊。后来来同盟国这个流亡政府啊，中华民国啊，根据开罗县波茨坦宣言、日法台北条约，请问这样对吗？这应该怎样給？这对不对？所以可以在台湾驻军，对不对？哎、欸。 马英九啊，中华民国政府拢讲这样、啊，因因不是他讲驻军尔，我光复台湾呢，对不对？啊、哦，这個、不对啦，这個、大家都知影不对了吼。啊，为什么不对？啊，不然怎么改？错要怎么改？错要,要怎么改？这个他今天可以进来，是因为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然后再加上什么旧金山合约啊，代理美军占领了再加上台湾关系法继续占领了 所以各位，各位，各位，中华民国当时要走，只有台湾本土台湾人清醒的那一天，中华民国才离开。只要台湾人一天不清醒，中华民国就可以理所当然继续占领统治台湾。所以，咱大家想可会怎啊？哎、欸，哎、欸，还没，还没被取消。 中华民国对啊，可以在这边，没错，他还是啊，哎、啊欸，可以这样讲，但是，但是台湾人只要打开弄清醒啊，我们就有资格跟美国要求，知道不？只要台湾一天不清醒，就中华民国继续管，哎、欸，来，美国以一个中国政策、三个公霸、台湾关系法解释所有台湾跟美国发生的关系。哦，这边上海公霸、建交公霸、这个八一七公霸，请问漏掉什么？ 美国跟中华民国都在对台湾人搞模糊政策，都漏掉什么？答对了，旧金山合约，拢不敢讲这個，中华民国更不敢讲。那旧金山合约其实大概大概十年前吧，网络盛行的时候啊，就已经查得到了。大家都网上查，哦，我讲被查不，你都网上一查，嗯，台湾是谁的？ 有人说中华民国的，有人说是做自古以来就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有人讲台湾人的啦。有人讲唔是啦，是伊啦。旧金山合约日本放弃了啦，所以台湾无主地啊，没有人的啦。来一二三四，1, 2, 3, 4, 先算多久咧？什么没有？四啊，要选四啊？选一、喔、跟二的，哎，中国人啊，中国人,、啊喔、中國人选一跟二啦、啊。 啊，台湾人可能选三四的爱选哪一个？答案一错、二错、三错、四错，通通错了，以上皆非啦，这一题以上皆非啦，不是没有人的啦，除非是殖民地啦，殖民地就是本土人的啦，啊，那已是殖民地啊。哈，哎、欸，以上皆非哈、啊，这条是以上皆非啊。好唻，那国籍耶、欸，哎、欸，有人讲。 啊說！咯，也得讲啊！咯，中华民国啊，身份证啊，什要看，啊，有人讲毋是啊，咱种消灭啊，咱就要统一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啦。有人说毋是啊，人讲啊，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们是双重的，台湾国也可以，中国也可以啊。唐山过台湾，你捌听过哦？啊，高沙族名啦。哎，算多几咧？毋知影哦、喔，来参考一下，来蒋经国说，我也是台湾人呢。 让蒋经国晚年的时行讲的，让马英九最近才又讲呢，我爱台湾呢，萧成惠都是台湾人呢、欸，知怎样？三多姐？答案：以上皆非啦，嘿，这嘛是以上皆非啦，嘿，这嘛以上皆非啦，嘿，听你讲以上皆非，嘿，这都有人敬了，啊，那那那有上位可啊？那讲以上皆非啊？过来。 只要在统治的领土上实施宪法，就是神圣国土。咱都叫我讲嘛，咱咱三三刚刚讲这嘛，实施宪法神圣国土啊！呵呵，有我另外讲哦，那那那那那那大清帝国最早来实施宪法，哇，丢吼、哦，大清帝国呢吼，哦哦,哦比日本宪法更早呢，来，请问这对错？错，厉、欸、害哦！哎、欸，这一期的，哎、欸、哎，早、欸、一头去死啊！哎、欸，沒去不去阿袂去下答案呢、啊，答案是什么？错，很好。为什么错？ 为什么错？你人家讲实施宪法的神圣国土，啊，中华民国嘛来过呢，尼，啊，那算得几国诶？那乱去啊！所以台湾人脑袋都很不清楚。台湾人有没有参加二次大战？沒有,没有，你讲讲没有，你讲哎呀，台湾人没有参加二次大战，哎呀，哎呀。哎呀，对啦，拢像假假讲哎呀。来，一八八七年，台湾神，台湾建神，好无？哦，建、哦、神啊、哦，对对对对，嘿，俺叫苏武西啊。哎哎哎哎，你、欸、不拿未来呢？嘿、欸，已经建神了。 哦，彭武隶属于台湾，台南湖还有官兵驻守台澎呢。哦，实施宪法啊，台澎是清国神圣国土，嗯、对错？啊，错了<啦>，对了，啥错？嗯、其实哦，这很简单啦，错啊，为何错了？因为刚讲过，很多老师也讲过，三分之一的领土嘛，而且你是来家电里什麼榨取资源嘛，来家里抽水呢嘛。 做个简单管理嘛，对不对？咱讲咱本土台湾人，讲对面的清国人敢有享受一律平等的法律，无呢、欸？诶、欸，较早出代志吼，台湾人甲中国人然后官司吼，你台湾人哦，啊你敢有过到中国人没有？啊没有你输了，啊台啊中国人赢啦，你知影无？所以这咱不平等啦，所以唔对嘛，嘿啊，答案错嘛，哦，错，哎、欸，而且只有三分之一的领土而已、啊。 好、哦，那完全实施，后来被结束了。来，那最后蒙姐哦，我们依照战争法跟万国公法，我们要找这两个国家啦。希望美国啊要尽到什么？希望日本要尽到什么？四个字啊，四个字，四个字啊！美国啊，你要尽到什么？啊，台湾是你占领的，占领义务啊，你要好好的做啊，啊，一日干放中华民国要欧北五啊！ 啊，日本啊，台湾岛是你的国土啊，你要尽到什么？哎、啊欸，领土主权的义务啊，你这样。哦，我再看哪，那填充题比较难一点啊、嗯。好了，台湾的未来，各位靠各位了。哦，还没好，我们都，真认真啊你。大林。 在你义务啊，主权义务啊，哎，啊現在力，今卖权利拢，今卖权利都在中华民国手上，占领权利，中华民国享尽了，哎，哦，主权的权利，中华民国享尽了。哎、欸，权利跟义务无讲哦，权利跟义、e、务当然不一样啊。哎、欸，各位，权利就好像是什么使用权呐、啊，义务的什么所有权呐、啊，咱租厝是当租使用权呐、啊。 所有权叠触住诶手上，哦，啊对不对？哎、哦，好，后来台湾最终地位要朝向哪里？咱最后何去何从？台湾最后何去何从？我们希望就走什么？啊，日属美战哦，日属美战是目前诶地位目前是日属美战啊。啊，后来咧，最后朝向执政，嗯、哎、是啊，台湾的最后地位啦，等、就、讲、是、哦，咱可能就是直接跟日本啊做什么？ 联邦邦联啊，你讲吼、哦，虽然讲那是咱的母国是大日本帝国，不过咱台大人管大湾人，吼、哦，甚至法律啊，概无互通啊，但是都效忠日本天皇。那像澳洲嘛是澳洲，加拿大嘛都效忠英国女皇啊，但是澳洲是澳洲，加拿大是加拿大，英国是英国啊。吼、哦，这是日本邦联啊，澳克联邦那我们回去日本国变成台湾省。 日本国、台湾省，有可能变做安内无？我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呐、啊，应该是看未到啦，因为太久的代志啦。哎、欸，好、哦，好啦，最后吼、哦，结尾呐吼，各位，我们都是政治素人呐、啊。你若今天爱打人、乱井淘菜啦好好、欸欸，认真读书，认真读书，你就不会被人家欺骗。哦，你要有使命感。哎、欸，我能力不行没关系，我去找人嘛，对，介绍亲朋好友嘛，吼、哦。哦，谢谢。